先分享啊，分享一个钓鱼的地方。前几天有人教我的，对，就海边嘛，海边走过来，一直往左边走，到这边这样走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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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啊游，游啊游，游啊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洞？跳上去，跳上去之后呢，你别下的鱼竿要甩在这个洞里，这要有点小技巧啊。厉害的人可能一次就进了，对准之后就甩竿，有没有？这就是厉害的人，一次就进。啊，不厉害的话，多试几次就可以了。这里可以钓到深海的鱼啊，还不错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就分享到这边。